风，为什么他是你的女儿。着候鸟飞翔，却又我叫杨不悔，多好听的名字。你问你这些年爹爹都没有好好看看你，怎么就长大了？万物生长，却也是偷他。你是我的骄傲。你问他为什么，爹爹虽然亲，但是有很多话我都不敢跟他讲，却又不能带他回家。你问我为什么，做王峰的大门永远为你而开，只听还要走。我走了之后你不准再来找我。如果光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，你会握着我的手吗？山谷第四层出城，如果路会转离江山，行当大贵，你会跟我一起走吗？教主，一生太短，一生好长，我们哭着醒来，又哭着遗忘。幸好啊，好兄弟，好兄弟，握在我肩膀。营销姐，都是因为你一个人闹的，营销就别想一个人说了算。够了，怎么要造反了吗？杨潇，这里不欢迎你。要不是教主贪污，我们早就把你给杀了。我们根本就没把你这个光明左使当成是个什么东西。直到乌云散去，你们明教互相残杀，自作孽不可活。他会带你找他，我周天实在是对不起你呀、兄弟们，方才杨某的话有些重，对不起。当年杨教主曾留了一封书信，教主，我杨潇何德何能？这是乾坤大挪移心法，承蒙教主当年看得起我，传过我的心。杨潇不能能，明教生死存亡，现在少侠一念之间。杨伯伯，参见教主，参见教主。教主，请立即下令全力救在下万死不辞。你的归途，杨伯伯，万一有什么闪失的话，我可万死莫属了。杨宗室的心脉几乎被震断了，照这么说咱们就没有办法了吗？只有死路一条。教主，杨宗室，杨宗室不见了。